开饭了，家人们啊！今天吃牛排叉子，来媳妇儿。嗯，太香了。老公来口蒜。嗯，太香了，家人。别嘟嘟啊，咋回事？嗯嗯，别。今天老公做的牛排叉，开背大虾。小鸡冻蘑菇，然后来个小炒菜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大家的，太好吃了。下去吧，有点不礼貌了，没吃筷子。扒虾就得用手。嗯。哎呀。嗯。开背大虾好吃，再来个幸福小炒。你尝尝，老公。嗯，这个大虾好吃，扒虾就得用手扒。嗯，好吃。嗯，